就是没跳好，刚才还是很多。又跳吗？又跳吗？然后看了一圈，感觉王大陆上去打了个酱油。黄子韬火力全开，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好兄弟啊！王大陆在创造营2020第三次公演，难得秀唱跳，助阵流仙凝族。就摆摆 pose 啊，唱两句话，要么就是帅，要有那种蹦蹦蹦哈，就没想到会跳这么可爱的。看了一圈，感觉王大陆上去打了个酱油。王大陆学长，你对今天自己的舞台有什么评价？就不评价了吧，这个不好意思，评价一下，还是你评价自己吗？我想知道你眼中的你自己。没，就是没跳好，刚才还是很多。又跳吗？又跳了，这扎心了。跳了，刚开始就在最左边一直在跳。月亮陪我跳过随走满夜痴心，镜子陪我路过阴的满面旋律。OK OK。我们俩也准备了个礼物送给你。哎，别，来来，晚上说吧。现在就给吗？哇！哎呀！而上周跌到33名的四叶草朱竹爱，这回公演表现亮眼，首次获得观众票选的撑腰王，让他超惊喜。好爽啊！谢谢。谢谢，真的，因为就是我当这次舞台是我最后一次的那个舞台来去练习，然后因为我之前真的不会跳舞，然后也谢谢许韶涵，我的之前一直 battle 我的对手，终于可以跟他同台，我就很有自信。然后包括刘贤宁、刘念跟可可，他们都一直帮助我在跳舞方面上面，其实我是跳舞最差的人，对，但是对，谢谢。望着你了。